好，使用我们的 Web Studio 连接 Arduino 亮灯。首先，我们把 Arduino 接上 USB port 接到你的电脑上面。好，已经接上去，这边这个灯是电源灯，好，已经接亮了。那在我们的网站上面，这边没有 Arduino 的积木，你必须点选左下角这个加号，好，左下角。添加扩展这边，然后请你连接 Arduino Uno 这个扩展元件。好，第一次进来，它就会抓到你的一些连接 port。那目前我的连接 port 是这一个 TTY-USB 0连线。那先决条件你要先烧入我们的韧体，才会找到这个。Web Studio 的连接 port，好，先烧入上一课讲的，烧入我们的 Arduino 那一个 INO 档，哈，把它烧进去，它就会连了。选择连线，好，就已经连上了，这样就连上了。连上我们最简单来亮第一颗灯，就是数位输出，十三角位，十三角位是这一颗灯，那我们执行它。好，亮灯，熄灯，好，这就是数位输出。那你数位设备，你可以，如果你有 LED 灯，你可以接各种每一个拼角啊，拼角。那你要做一闪一亮的话，那基本上就是一明一灭。好，零跟一的交换，这样就可以达到我们控制 Arduino 亮灯的技巧。好，基本的数位输出。